快车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飆股特快车，我是魏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啊。今天台北股市又涨了 ,Quickie 点 ,Keybay 点，你不要小看再涨八点，问老师那也跟他 Keybay 点，根本今天涨啊，我讲啥，这个盘几乎已经不几乎回不太下去了。来，昨天我讲什么，上攻第五天啊，就算说有拉回，那也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重点是什么，为什么他要拉回，如果这一次不拉回，他就叫喷出了。哎，你听我来，这一次你还是要买，为什么？来，为什么昨天只有涨三点？为什么今天盘中压下来跌二十六点而已，又马上拉上来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来，我先讲哦，这个盘非常强势，而且它重点是它还没喷出，它现在已经很强了。来，我让你看这个哈。这是大家今天看到的哈 ，FED 意见多，所以降息之路颠簸，好，这样子才有钱赚呢、啊。因为大家都看不懂了、啊，但是我会告诉你结果，我会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。来，因为今天来，我们先讲鲍尔啦哈，今天要演说对不对？这个礼拜要演说对不对？应该说今天晚上要演说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市场都在观望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礼拜四台北股市只有涨三点，那礼拜三涨三点，礼拜四也涨三点，今天台北股市才涨八点，为什么？啊，应该是要大起就大起，不要大了嘛大了，谁人敢来起三点？第一，它非常强，它根本不想跌，所以它还在涨。那为什么只有涨一点点？很简单，因为大家都在观望，都在等鲍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重点来了啦。我们都知道鲍尔一定不会讲什么好话，对不对？他是比较偏鸽派的。那万一如果他讲了什么好话，哦，台股一定是喷出了哦，一定是喷出了哦。那基本上你也不用期待太多，基本上只有两种可能，就是讲很鹰派的话，或者讲很鸽派的话。那如果他讲很鹰派的话，拜托哎，拉回来金妹，拉回来金妹，为什么？请问你告诉我，有谁不知道他是偏鸽派的？他讲什么话都不是重点啊，因为他只是谈话而已嘛，他只是告诉你内容而已嘛，那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拉回来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。为什么？来，我讲原因齁，川普呢他是越降息他是越多越好，那鲍尔他本来就不想降了嘛，所以能降息降越少越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综合这两个结论是什么？为什么一开始大家说降一码太少，结果股市跌下来，我觉得降一码非常好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如果降一码，后面就会什么，还会继续降息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呢，结论就是什么？结论就是慢慢降，分批降，然后一直降。那如果这样子，那动能就会源源不绝。因为如果他今天降四码，一次降四码，请问会怎么样？台北股市降到最高点，对不对？利多出尽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，它是慢慢降，慢慢降，一直降，那不是 每个月都会好消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回过头来哦，为什么跌的时候我叫你买？不好意思啊，台股大跌哦，我讲捡便宜的机会来了，捡便宜有没有？当天全市场所有人都在研究利率倒挂，所有人都在跟你讲鬼故事，只有我跟你讲说什么？我节目一开始我就跟你讲什么？利率倒挂不等于经济衰退，所以你根本不用过度担心。很多人问老师啊，今年 gay 八月十号台股大跌一百点呢，大跌一百点的八月十号大跌一百点，各种利率倒挂不等于经济衰退，所以你根本不用过度担心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会害怕？你会不会害怕？你一定会害怕啊！来，八月十六号报纸打开，专家喊话，利率倒挂不等于衰退。我前一天跟你说什么？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为什么我想要做你的客户？因为我可以让你看到未来啊！所以结论是什么？你要买股票，我们老师被买什么？我今天又买股票了。我昨天讲什么？我今天就做什么？很简单哦，来，我让你看哦。昨天我说什么？这一次你还是要买，老师啊，你跟我买，今天你再去买点，你跟我买，我一定买啊，因为我知道它会飙啊，一定会喷，所以我还要买。啊，你听我好，来，言归正传哈。八月十五号台股大跌一百点，八月十五号我告诉你利率倒挂不等于经济衰退，八月十六号专家喊话美债利率倒挂不等于衰退。好，我都讲在前面了哈。好，来，
八月十六号，大家还在恐慌，再买，我们买了又买。我都讲在前面了，我都事先预告哦，收盘收高，这两天没有人敢买股票，我们买了又买，全部大赚。我还告诉你什么？到处都是机会，到处都是买点，对不对？跌两百点我都不怕了，这里千万不要怕，别人不敢买，大家会惊，不要紧，我带你怎么样？带你怎么样？大买！来，我带你做什么动作？大买，大买，大买！为什么要大买？为什么？台股大跌百点，关股在做什么？在买，政府在护盘，为什么我要买？很简单的道理哈。为什么政府基金上半年赚3600多亿？因为他是说每一次跌下来的时候，这边喊话政府我要护盘哦，他不是在帮你哦，他在帮他自己哦。他赚3600亿，钱怎么赚来的？每一次跌的时候，他都会去买股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要买嘛。你去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嘛，你为什么要跟有钱人不一样？因为有钱人跟你想不同款嘛，有钱人拉回去在冲啥？在买股票啊。在买股票啊。那我问各位，你有没有买？你有没有买？你有没有买？我还是要买，因为它一定会喷。好，来，我讲过了，我不赘述哈，我全部都是事先预告。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跟你讲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跳过。好，我们这些这一叠这一叠通跳过，我都讲过了哈，所以我们讲结论就好。因为只降一码，所以引发台股八月份八月初大跌，对不对？跌了一大段，对不对？好，引发大跌。好，现在来了，因为降一码降太少，好，你现在开始发现哦，好像还要再降，然后降完了还要再降。好，来，那未来如果再降两码或两次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你觉得会不会大涨？那你要不要买？好，来，川普喊话要降四码，才降一码而已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跟你讲我还要再降四码。好，大摩说 FED 要加快降息，零利率恐怕会出现，因为九月份还要再降，十月份还要再降，然后明年还要再降四次、有点夸张，可是我告诉你一定会降，一定会降，只是降几码的问题而已。好，那如果未来会再降，甚至不止降一次，会不会大涨？那你要不要买？好，来，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哈，这今天你看到的哈，台商为什么要回台投资？为什么要回来投资？投资的金额已经冲破5600多亿喽，应冲破5600亿个哦。来，资金回流，台股赢5340亿的活水。不是只回来哦，你要知道哦，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进来的钱，未来这两年进来的钱会大概高达 1.7兆到 1.8兆，那这 1.7兆 1.8兆不是全部都投入股市哦，大概会怎样？大概会有1/3到 1/4，那也很合理哦，那就有5000多亿的活水哦。所以你要不要买股票？好，来，这就是为什么大股东最近在买股票的原因，这就是三大内资为什么最近在靠股票玩赢，巴菲特也在买股票，大户回来了，他们都在买哦。这个我都不讲了，都能共轨啊。好，来，所以结论来了，我们讲结论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未来全市场都要买股票了，因为利率越来越低，因为利率越来越低，市场的钱就越来越多，那很多厂商、很多公司，因为是手上的钱也越来越多，那投资的成本越来越低，所以他们也要投资，所以良性循环的情况下，市场的钱越来越多，大家会越来越想要投资。所以你要不要买？你当然要买。老师啊，买啥？你我也不知道要买啥，你跟我跟他说，我没告诉你吗？我没告诉你吗？我没跟你讲吗？闪电一号，请问这一次美国 FED 降息吗？降一码，没人知嘛，没人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老师啊，我懒得讲过程哦，我不需要跟你炫耀啦，我要炫耀我就跟你讲前面我跟你讲过的股票啦，来，有没有飙？我不是涨起来才跟你讲过它有多会飙，飙快70%，八月份台北股市还跌300点，280几，到目前为止还少280几点，可是我们的股票已经飙快70%了，你各买10张。400万，赚400万，老师你跟我预告，麻烦导播 VCR。
确定降一码的，然后我问你这个问题，有谁不知道的？你就算不知道，你也知道颜色吧？你也分得出来吧？啊，我就带你买这只股票啦，我就带你买这支啦，我带你买这支啦，这支叫啥？这支叫啥？闪电药，金策，答对送你，飙起来就跟闪电一样的超级飙股。老师啊，啊，敢真正会飙？来。三角形，重点来了，它是历史谷底，然后出现大三角整理突破。有人说老师这股也400几块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它高的时候是1500多块，现在是在历史谷底，然后进行三角形突破，可不可以买？当然可以买，我跟你分享，闪电一号金策要火山爆发了。欢迎欢迎到我要想啊，请问有没有让你赚到快发疯？老师八月份全市场最飙的股票飙快70%啊，飙你要70%啊，我可能各买10张赚400多万啊。为什么上礼拜台股不是拉回吗？我跟你讲买了再买，我要跟你讲这个新三大天王的秘密。很多人在笑哦，很多人笑我们老师啊，道琼跌800点呢，价值千万，你一定要赚啊！你有没有赚？来，又涨了133块，搁买十张，又搁赚133万啦、啊！你加起来400几万，有好赚无？有好赚无？哎、欸，我不是跟你讲它而已哦，金策神准，神准，我有跟你预告哦，神准，我有没有预告？神准有没有预告？啊，神准也飙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重点来了，这个礼拜金策又飙了，神准又飙了，只剩下它没飙而已哦。这个礼拜他都在休息哦，啊，会不会下个礼拜换到他？会不会下个礼拜轮到他？会不会下个礼拜轮到他？新三大天王的秘密，价值千万，你一定要赚。老师啊，那有什么通好臭屁的啦？人现在都在讲的泰硕双红上有的没的，对不对？欸，我不是没想要讲，我是每天讲，问题是我讲的没效啊，我就一支股票讲几年，大家讲够录音，无录音啊！我去年底跟你讲操纵啊，哎，飙两倍呢。我也是每天讲啊，可是我都大概点一下带过就好啊。因为如果我每天都花很长的时间讲这个，我怎么跟你讲未来，对不对？我三月底跟你讲泰硕啊，30块左右啊。我6月5号又跟你讲一次啊，泰硕啊。我讲了3个月，讲了3-4个月的泰硕，应该不是讲3-4个月，我已经讲了快半年的泰硕。我问各位。我问各位，我如果每天都花30分钟跟你讲泰硕，有意义吗？还飙两大波呢，对不对？我没敢用心呢啊，所以我才跟你讲金策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大赚？他们要不要起笑？对不对？你有来，你拢赚得到。你咧看这波，你嘛赚得到。我有讲啊，我有预告啊，价值千万啊。刚才是你没来而已，对不对？老师啊，别说金策啊，最近你做啥？这礼拜我们买啥赚到手丢金？来，咱买这支啦，咱买这支啦，就是要喷。哎，不是喷起来，跟你讲要喷耶，拜托耶，今天你创波段新高吼，有没有标？有没有标？老师你有讲吗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？我跟你讲的时候，我带你买的时候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麻烦导播 VCR， 为什么就是要喷？为什么我要带你买这支股票？来，我为什么要带你买这支股票？来，我们先公开，它叫做四星，它叫做四星，就是要喷。老师啊，现在就是要喷，那底部掉不掉？底部没人要，我要。老师啊，这没喷啊，这一看才没喷啊。来，会不会喷？来，洗很久了，货也吃完了，所以它要喷了，所以我就跟你分享。就是要喷四星，欢迎到我要现场哦！啊，有没有喷？有了哈、哦！啊，你们老师在大家拢在管呐，嘿，不是哦，飙到6700块，飙到700块哦，400多块，400出头，飙到700多、啊，老师在收贵啦！啊，四星嘛收贵啊，神准嘛收贵啦，我来用上俗的机啦，啊嘛安尼飙啦，大家要起笑对不对？你不看足奇怪，逐天尾盘都有人敲上去。有没有很奇怪哦？每天哦，弄这哦，弄安那哦。为什么我要买？我所有会员全部都大赚了、啊，可是我不是每天一直拿跟你讲，你看我赚偌济，我赚偌济，我就厉害。
我若要跟你讲我厉害吼，我就逐天跟你讲说，哎呦，两倍啊，两倍啊，两倍啊，哎呦，两倍半哦。我问你，这样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啊，因为你要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嘛。我要跟你发掘未来的潜力股嘛，我叫你去买四星嘛，对不对？有必要不？有必要不？底部都没人要，你还在笑我啊？这没喷啊？嘿，我一看就知影没喷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总是看它前面，哎呦，前面都没在动。有没有喷？有没有喷？还记得我前天讲什么吗？前天创新高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震荡，然后压回来。我讲啥？我讲啥？我前两天，我前两天讲什么？还记得吗？我说我的看法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总是吼那个会飙的股票就一下子把它卖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看法没有改变，那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一张都不卖？看法不变，下面艺术，什么叫看法不变？就是要喷。请问有没有喷啊？有没有喷？涨停板有没有喷？涨停板今天再创新高，有没有喷？我的股票就是会飙啊！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我那是当阿要记下，对不对？这礼拜有个爽阿要死啊！来，卖空赚偌济钱啦？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啦，有好赚无啦？有好赚无啦？你打电话来，你跟我讲一声，有好赚无？有欢喜无？有爽无？啊，你要来无？拜托个，安尼无好赚吗？安尼无好赚吗？安尼无好赚吗？你去看哦，偌济钱？才偌济钱？一百块的时阵，即卖一百三十几块，你要30%呢？拄啊30%，刚好30%了呢。有好赚无？一礼拜，我老师来教我谈，对不对？我谈无，要来无？好、哦，所以你要来的，我再强调一遍哦。今天你用最轻松、最愉快的心情，周末愉快嘛，你要放松心情。今天你来跟我互动，用最开心、最轻松的心情来跟我互动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跟你分享这只股票，你只要告诉我通关玉米赚，通关蜜语赚到手抽筋，跟你分享这只股票。跟你分享这只股票，你不用猜啦，我老师多几支股票都没有，都没有，不用猜，你赶快来跟我来互动，通关密语，因为阿雄的股票就是会飙，有没有？就是会飙，就是会飙，就是会飙，所以你也不用猜，你赶快来就对了，不用猜，赶快来跟我互动，通关密语，告诉我电话卡来，直接讲赚到手抽筋。我要赚到手抽筋，告诉我，然后你就会拿到这只股票，你就下礼拜就赶快用力的买，下周必喷。阿丽有听到不？阿丽有听到，你们讲唔对哦，你们老师啊，我要赚到绕耳海，好拍谁哈？你也讲唔对，拢无哦，一定要讲赚到手抽筋，好不好？我们的通关玉米，你来跟我互动，你来跟我互动，你只要告诉我赚到手抽筋。希望下个礼拜所有的人都可以赚到手抽筋，这样好不好？所以你来跟我互动，告诉我通关密语，不用猜哦，通关密语赚到手抽筋，就跟你分享这支股票。阿雄让你轻松赚，没有负担，你没有任何压力，用最轻松、最愉快的心情来跟我互动，告诉我通关密语赚到手抽筋。广告中的电话打来之后。告诉我通关玉米赚到手抽筋，就直接跟你分享这支股票会大喷特喷的股票，下礼拜一定会喷的股票。老师，他会怎么喷？是这样子喷，还是这样子喷，还是这样子喷，又或者是像超重一样飙两倍，或者是像泰硕一样飙不停？你不用猜，没有，阿雄的股票就是会飙，你赶快来跟我互动，然后互动完你会拿到这支股票，用力买，下周必喷，让你赚到手抽筋。跟我互动，告诉我通关密语，赚到手抽筋，这支股票就直接跟你分享，不用想那么多，不要再看人家赚大钱了。老师啊，哦，您赚很多钱，哦，您赚很多钱，哦，好好赚哦，四星。不要老是用眼睛见证别人赚大钱，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赚，下周必喷，这支股票请你用力买，不用猜，大喷特喷，大喷特喷，
通关密语赚到手抽筋，电话卡来直接告诉我赚到手抽筋，下个礼拜这支股票让你赚到手抽筋，打电话一起来互动，进广告。决胜188专案，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，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，把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胜利专线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，规划全方位的理财策略，掌握全世界的经济脉动，启动全市场最严密的机制，创造全市场最耀眼的绩效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决胜188专案，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，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，把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胜利专线02-8512-5858。可以适度运动，均衡饮食，耳朵三少，戒掉烟与酒。Control 真患病，听医生的话，早晚量血压，抗制药达标，对抗沉默杀手，谨记血压三 C 管理。飆股特快车，欢迎到我家现场哦！如果你都还没赚到钱的，下礼拜你希望赚大钱的，你今天一定要来，我们下礼拜一起来赚到手抽筋，你说好不好？所以不要再看了，不要老是用眼睛见证别人赚大钱，要赚你自己来赚，做要来赚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有钱大家做要赚。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操纵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？五星咒吼超重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分享泰硕？我什么时候再跟你分享泰硕？哦，有多会标就有多会标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永远都跟你讲这些多会标没有用，我还要告诉你新的，你才敢买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金策，金策十张400万，赚到这边起笑。跟你讲邻居变变球，哇，一下子狂飙49%，这边50%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标？有没有标？我老师，你跟我讲，你跟我预告，你读啊，你必须啊，我都没看到这支，麻烦导播必须啊。终极闪电三冠王，来，会不会飙到疯掉？来，为什么我要买这支股票？我不是在跟你炫耀哦，我带你买的股票根本不用炫耀啦。来，它叫什么？它叫什么？它叫什么？一叫啥？一叫邻居啦。啊，请问你告诉我会不会飙？你跟我说啥？你跟我说老师啊，啊这到底是会飙吗？你要知道哦，这大量长红，对不对？大咖在买，所以他守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上去又打下来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又拉长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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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所以代表这里无量那狗大咖在买，这个叫起标点，准备要喷出了。所以我跟你分享，终极闪电邻居要狂飙了。欢迎到我要现场，哎、啊，有没有飙？你叫我们有没有飙？你讲老师啊，嘿吼，迄政策收贵，我就买袂起啊！我甲你介绍政策嘛，对不对？高价股上高标的嘛。啊，你讲老师，这我买袂起，这支你总爱买起吧？我老师，我一敲敲敲500张，我赚到要起笑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呐！赚起就刚我讲一刚讲一句话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最近我跟你讲什么？四星啊！哎，够人无谈，拜托的哦，你甲我讲老师无谈的，今天创新高，哪有可能无谈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呢？好，拜托你哦，有欢喜无？啊，你要来无？再强调一遍哦，你今天来
最用最轻松最愉快的心情来跟民松互动，这样好不好？阿雄的股票就是会飙，所以你也不用猜，告诉我通关密语赚到手抽筋，这支股票就是你的，你就用力买，下个礼拜必喷，让你赚到手抽筋啊！因为这支股票，这支股票，这支股票大喷特喷，老师啊，三百个大喷特喷，这样喷吗？还是这样子喷？还是这样子喷？还是像你之前跟我讲的操纵？还是像你之前跟我讲的泰硕一样？你都不用猜，你都不用猜，反正他就是会大喷特喷，反正他下礼拜一定会喷，因为阿雄的股票就是会飙，赶快来跟我互动，用力买这支股票，通关密语叫赚到手抽筋，不能说不对，你说没有，老师高雄发大财，发大财跟我这边关系，你要说赚到手抽筋，电话只要拨通，电话只要卡来，直接告诉我赚到手抽筋，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探家手抽筋，因为这支股票它会飙翻天，这样好不好？一起来互动，告诉我赚到手抽筋，下个礼拜我们一起大赚，这样好不好？打电话，祝各位投资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网址不乱点，小心。